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嘉雄，现在2020年6月9号早上9:36，第二十六道《论语》第二十六道是第九篇第十一章，子疾病，子路使门，使门人为臣，并谏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行哉！吾臣而为臣，谁吾谁欺？欺天乎！且与于与其死于臣之首也，吾宁死于二三之首乎？且与众不得大丈，于死于道路乎？”这里面《论语》里面有14个不得，不得呢，在第三篇24章是不得谏，第七篇25章不得而谏，第九篇5章不得与，第九篇11章众不得，第十篇8章不得其将，第11篇10章这个不得事。11篇12章不得其使然，12篇7章不得已而去，13篇21章不得中行，14篇6章惧不得，18篇5章不得与失言，19篇23章不得其门而入。我是听说呢，在颈动脉与中动脉负责头部血液的循环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颈动脉，这边看到这个红色的，这就是颈动脉。那这边呢，颈动脉过来以后，它本身在这个地方上去以后，我们这里心脏这里过来以后，这是椎动脉，颈动脉、椎动脉，颈动脉跟椎动脉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大小粗细差很多。这是颈动脉上去，就是前大脑跟中大脑动脉。那椎动脉上去是后大脑中动脉。好，那通过脑部通过4个主要的动脉主干接受血液，左右的颈内动脉和左右椎动脉，颈内动脉分出眼动脉、前脉络膜动脉、大脑前动脉、大脑中动脉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如果这个血液循环不好，它的脸色就会不好。两侧椎动脉在延髓桥脑交界处形成基底动脉，到桥脑和中脑交界处分成左右大脑后动脉，为颞叶下方和枕叶提供血供。明子四侧隐隐如也，子路寒寒如也，蓝有子贡侃侃如也。这个每个人的心性习性五脏六不同，所以他的表情动作也不一样。所以在椎动脉的循环呢，会反映我们在布洛格区跟我们这个维尼克区。那布洛格区就是我们在表达，然后维尼克区呢在理解。所以维尼克区呢，在椎动脉的血液供应是左侧颞后方与顶叶结，它是大脑皮质四十区，大脑皮质四十区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像二三尺以为以铺，无以铺耳，无形而不以二三尺是丘也。这该不该讲，有个隐瞒在这里。那颈动脉功能障碍的，它就是在主要影响部落的区，就表达上困难。所以当我今天早上跑8公里，跑完去，就是在斯蒂亚等顾云兄，就顾云兄1个小时没来，我打电话，他说他在台中跑，就没碰到。后来我家换了衣服，就到医院看老婆吃早餐，那很累，在医院睡了1个小时20分，就打呼了。然后主治医师来，然后叫我赶快起来，跟他主治医师谢谢。然后中午还要止压2个小时，至少睡1个小时，所以这就是让养我的脑。所以颈动脉功能不良的话，他大脑皮质40-45区，就是大脑额叶是40-45区，他40在后面往前45，一个脑一共有52区。所以明子四侧隐隐如也，子路寒寒如也，蓝有子贡侃侃如也，此热但是若有也不得其使然。这个在我来看，这个子路的椎动脉非常的强，所以他在思考上在讲话上就寒寒如也。所以就是孔子说他不得其使然，就不得好使的意思。这第26道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